嚟緊講緊就係7月13號啊，7月13號係嚟緊，仲有2個星期，係晚9點咧，小龍女又開 show 啦。因為呢啲係特別直播咧，係叫做相信資深龍粉都知呢啲係我嘅大王牌啊。咩係大王牌呢？即係我做得好，大家好中意嘅幾件事啦，有街頭表演啦，有演唱會啦。同埋有酒楼演出咧，同埋有特别直播，咁呢几样嘢咧，每一样嘢都可以带俾你唔同嘅感官享受，但系都会令到你开心嘅，都系我做咗可以知道大家系中意嘅一件事啦。咁四种活动咧就都好唔同嘅，咁特别直播咧都有等于一个小型嘅演唱会，因为特别直播系有现场乐队，好多时咧我会利用呢个机会。唱一啲平时我唱唔到嘅歌咯，好多时咧都会唱之前未唱过嘅歌，系啦，挑战下自己。因为志哥佢哋都好好，同埋我哋做直播嗰个环境都好舒服，所以话大家可以戴个耳机啊，或者睇下电视，个人都会觉得几开心嘅，即系冇演唱会现场嗰啲震撼啊，或者你有时你去唔到，嗰日唔得闲咧，特别直播就有呢个好处啦，嗯。哦，而且咧，我亦唔会为突破而突破，即系我会量力而为。比如话，好似有啲朋友提议叫我唱粤曲啦，或唱英文歌啦，唱法文歌啦，咁咪好似等于你去到一间潮州菜嘅酒家，你会唔会叫潮州菜嘅大厨？你整个披萨俾我食啊？好似你去咗意大利餐厅，叫意大利嘅大厨，你净炸个臭豆腐我食啊！哦，系啦，咁就净系有惊喜，唔会有惊吓。所以咧，为突破而突破系冇意思嘅。但系咧，大家可以期待嘅就系，我会尽力唱好每一只歌俾你听。可能有时咧，你会发现唔同嘅嘢，即系每一次大家都好开心嘅。即系啲做完呢件事之后咧，大家嘅评价都会，我都会收风，都几中意嘅。所以咧，特别直播就系我嘅大王牌之一啦。咁前几日咧，我哋发咗一个视频，请大家帮阿小龙女拍片。啊，我认为我系麦太啊，我系啊温哥华啊。好唔好？我小龙女又要开 show 啦，我喺度支持佢啊，我等紧啊，即系大概咁嘅意思啦。咁如果你唔介意露面吓，又愿意帮我拍片呢，请你用高清去拍片啦。咁我强调点解要高清呢？系可以睇得你睇得清楚啲，同埋我呢几日都陆续有朋友发俾我。咁我希望咧，你拍之前咧，当然你有个自拍杆，梗系好啦。如果你冇都唔紧要啦。你如果咁样举住啦，你倒数5秒再开始讲，咁你讲完之后咧，再倒数5秒再三，咁你个片就更加好啦，因为我可以剪得好靓嘅，系啦。如果你小女要开心啦，咁讲 完啦，即刻停。咁我嗰个片剪完之后，你就系、是，即系可能系冇咁个位咁靓，系啦，系啦。如果你帮我拍片，我好多谢你嘅。同埋你帮我拍咗之后，识唔识啊？电邮俾我呢？如果净系 WhatsApp 或者微信呢，个像素会低啲嘅。微信可以高清，WhatsApp 可以 HD，但系都唔够电邮咁好。但系你实在系冇都冇办法啦，吓。咁你最好下个星期呢，今日系29號啦，7月4號之前俾我啦。咁如果你喺7月2號去睇光哥演唱会呢，可以喺现场揾其他龙粉帮你睇下点样识喺电邮，系啦。你转发俾佢冇用噶，你转发俾佢等于系转发俾我一样噶吓。系啦，其实呢样嘢系执着咗啲嘅，但系希望做到啦，做唔到都冇办法。咁我见到啊，莲姐着得好靓，跟住帮我拍喺西贡拍咗，都拍得好好，系啦，都好专业啊，系啦。但我唔系话要求你哋几专业，只不过系叫做
你都拍得开心，我都收得开心。我收到一些龙粉的片，就是、目前收到的视频，因为你传给我呢就一定是变了低清的了。但有些朋友是电邮又送给我的，可能是人家拍完send给你，还是说你没有用高清。但我又不想打搅大家叫你再拍，我不会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着拍片又未拍，你看看你手机有没有设定是 HD 高清那里。是啦。大家很清楚啦，那我们做大王牌这个特别直播。咁我哋揾咗志哥大乐队啦，简直就系演唱会嗰个阵容，和音姐姐咁。我租场地，请拍片都有一定嘅成本，所以咧，我再次呼吁大家，如果你喜欢小龙女嘅特别直播，希望你会赞助支持我今次嘅特别直播，多谢。如果你有兴趣赞助呢一场特别直播咧，就请电邮或者 WhatsApp。联络我啦，我的 WhatsApp 咧就系60164813，60164813。笑看风云送给你哋，希望开心快乐系你哋嘅心中，我都系一样，大家加油！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，谁没有一些旧恨心窝，一天天无心错，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，谁人负你负我多，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空间吸收心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，谁言记沧桑匆匆往事，谁任是对是错，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看风云过，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，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，一天天无心错，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，谁人负你负我多，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空间吸收心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，谁言记沧桑匆匆往事，谁人是对是错，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看风云过，活得开心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空间吸收心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，谁言记沧桑匆匆往事，谁任是对是错，
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。